咱的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！今仔日是正月十五，是咱的过年的最后的一天，所以我要伫遮咧祝贺咱的所有在场咱的贵宾，咱的乡亲时代，咱的元宵节快乐！ 我来温暖、温红包的时阵，足侪看到咱的足侪咱的温暖的乡亲在甲我加油，我感觉拢足温暖的。啊，即届已经是我第四摆来参加咱妈明山咱的五年千岁咱的食饭大，参加大家来做伙来庆祝咱的元宵，啊嘛来。 到底来食饭啦！啊，本大家会福气。啊，这个活动已经是咱台湾人元宵节三个最重要的活动的一个。啊，已经有百年的历史，是咱乡亲主动自发来到这做伙来分享食饭。其中所代表的是咱的团结。 甲分享，这嘛是咱台湾人互相帮忙、互相分享的精神。在今年，咱要拄着足侪国际上的变化，所以咱更加爱团结来做伙。我相信，咱会使发挥咱的团结，互相照顾的台湾精神，咱一定会继续来国际上甲人协气。 我要问咱泉州所有的咱乡亲是大家有信心无？有信心无？我看到足侪乡亲伫遮，我要问一下，咱在地乡亲举手一下好无？咱阮恁人举手一下好无？好，多谢啊！咱外地来举手一下好无？哦，嘛足侪啦！啊，伫遮，我要甲大家讲，总统看到大家拢足欢喜的，我要搁再一届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我嘛希望讲，咱的定安宫，咱的五年千岁，会使保庇咱的台湾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咱所有的人都会使顺遂、健康、搁平安。感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那我们的总统，现在我们要恭送我们的总统，谢谢我们的总统，谢谢我们总统特别莅临我们。 云林县马明山镇安宫为我们的吃饭档活动来参与我们这一场盛会，特别感谢我们蔡英文蔡总统的莅临，那我们总统另有要功哦，所以呢，我们。
学习飞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操作了。是那个北京。爸爸呢？他刚找的龟场。哎，你放心，我这边。